松手！你是谁呀？我她男朋友。你之前找那我就不同意，现在找这个更差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？走，回家。先生您好，我们店有主厨推荐的888元菲力牛排套餐。啊，如果您是两个人的话，就是两个人1588的更合适，因为它有两块牛排。啊，你要是想吃烩饭的话，我推荐这个西班牙海鲜烩饭。啊，如果您想吃 taco 卷的话，我们这儿有墨西哥的厨师，他做的这个特别正宗。你刚才介绍这些统统都不要了，你给我上点炸薯条、炸鸡块就行了，亏待不了你，去吧。爷爷，宝贝，可想你了。这家餐厅真不错。这么晚呀、啊？堵车。那你一定饿了吧？嗯。waiter。你好。请问要点什么？不好意思。新来的吧？啊，是的。你们主厨在吗？啊，在。主厨做的鹅肝、黑松茸蘑菇汤，还有惠灵顿牛排，五分熟，都给我来一份。好的，就这些吧。啊，好的，女士。韩美，你好，我是他女朋友。你是谁呀、啊？你谁女朋友啊？王东飞。啊？这谁呀、啊？韩美啊。这个呢？燕燕。女朋友。对。你我他都是咱女朋友，一脚踏三船，给我可忍不了。过分了啊！周末你不仅欺骗我的感情，还骗我的钱。他骗的钱全给我，而且不让我见任何异性，连我亲哥都不可以。还有二舅。啊！你给我走！哎呀，那你们先忙着，我先上洗手间。你们俩这么大岁数，你看给我宝贝吓的呀！疼死我了！为了彰显你男人的魅力，两个女人大打出手了。周末，你把钱还给我，快点啊！哎，等会儿，那个没做的，那个不做了啊。先生，这都已经下单了。出事了，吃不了，你给我退了吧。这恐怕不行，不好意思啊，先生。他周末我领导花500块钱，800块钱雇的，他韩美，他俩是闺蜜，我就想他俩来帮我。爷爷，更松手！你是谁呀、啊？我她男朋友。你之前找那我就不同意，现在找这个更差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、啊？走，回家。哎，爷爷，懦夫，我还不勇敢吗？懦夫，你要是嫁不出来，我们可就真没机会了。哎，走。阿姨。所以你约腾飞就是为了七阿姨呀、啊？嗯，阿姨，你为什么要反对他们呀？燕燕可是我全部的依靠，她这要嫁到国外去，我可怎么活呀？阿姨，这女大不中留，越留越成仇，你想？你说话。阿姨，我跟燕燕商量过了，我的计划是以后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，而且我正在申请中国的绿卡，只要你同意我们的事情。我做这些也可以，祝你俩幸福啊！妈妈，你尝一下他的手艺呢，你们大家都尝尝。我们尝尝，我们尝尝，我们尝尝尝。腾飞，不饿。你尝一下。最香。你俩幸福啊！一定会的。对了，哥们儿，这顿饭啊，我请客。来吧，咱们碰一个吧，祝你俩二位幸福啊！来，来，幸福，干杯！